有記者戴上貼有標語的頭盔抗議，記者會最終取消。警方代表一進場，有六個記者戴上貼有查警報指警方的標語頭盔。主持人要求有關記者除下標語，但未獲理會。主持人之後宣布暫停記者會，警方代表集體離開。主持人之後點名要求涉事記者，包括香港電台、明報、立場新聞、獨立媒體和端傳媒的記者離開。不過六個人仍然留低不肯離開。僵持二十幾分鐘之後，警方話情況冇改善，宣布取消記者會。警方記者會絕對不是一個咧，係俾傳媒表達自己意願的平台嚟。如果個別人士咧，同埋組織咧，係有需要向警方反映意見，亦可以喺啲合適嘅場合、渠道向我哋警方反映。咁咧喺頭先咧，我已經多番咧咁樣勸喻咧，在場呢六位嘅記者，勸喻你哋咧要尊重翻你哋嘅專業。你哋個別不負責任嘅行為咧，係對其他在場專業嘅傳媒係非常之唔公道。但係而家情況係冇改善，咁喺無可奈何底下咧，我唯有將今日記者會取消。咁而你哋唔專業嘅行為咧，係剝削咗香港市民得到資訊嘅權利。